椒的炒米粉，我这是微微辣的。鸡块，我想本打算给你们录一个开台视频来着，结果翻车了。到一半的时候，鸡爪全到我身上了，我又捡回来的。都掉桌子上了。你们想吃鸡爪可以找叶叶啊。五谷鸡爪，咱们家鸡爪都是整个的，没有碎的，跟我视频里是一样的，就是大小不一样。然后这是我咬了一口的，我这个煎了一下，好香，配着大蒜。鸡爪。